大家好，我是 Melody Post Studio 的 Melody。 今天在我们的运动分享里面，我想跟大家一起用橡筋带来练一下我们的 pat pat。 如果你都喜欢 Melody Post Studio 的运动分享，就记得要订阅我们 YouTube 和按一粒钟仔，那有新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做运动啦。今天我们会有三个动作，第一个是 squat， 第二个是 good morning， 第三个就是 deadlift。 第一个动作是 squat， 我会将两只脚踩在橡筋带里面，然后将橡筋带跨过我的颈后面，跟住我就会向后坐下去，企翻起身。我们会做15下，坐下去，上翻嚟做深蹲的时候，膝头要压开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再多五下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下一个动作叫做 good morning， 我们会将个身弯低 pat pat 去了后面，然后将个 pat pat 用力夹住个人推翻上嚟，做十五下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 focus 住喺你 hip 嘅肌肉嗰度，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然后下一个动作就是 deadlift， 将个橡筋带攞翻出嚟，跟住我哋会两只手会摆喺大髀隔篱，而家我哋少少曲膝头，将个人向前弯低，可能咧你要攞低啲条橡筋带，因为喺呢个位置已经要觉得条橡筋带咧都扯行咗噶啦，然后我哋用个 hip。夹住推翻上嚟，再夹埋个背脊 ，and hip 背脊 ，hip 背脊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呢三个都是 focus 喺我哋 pat pat 嘅练习。如果大家想有一个又圆又挺嘅 pat pat， 就记得要多啲做啦。